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藏为您带来的熊浩凌儿风云再起的实况地战解说。这场比赛一分的小小就是被老肖看下双方精彩对决啊！两边三分九节奏的抢三比赛首发，颜值克里斯对战温妮莎，这时候逆向下盘点中一套大蛇，哦呦，很凶！好的，下起脚控制对手的蹲姿，然后来上一波逆向的小影跳中腿，帅气啊！这一下是多用的，没错啊，最常见的就是八神，对吧？下行脚，无论你是防住是没防住，第一时间都是前小影跳轻腿，对吧？如果你是蹲姿呢，就自动变成前小影跳百合折，站姿你就得防一下，后一臂呢就变成前小影跳轻腿的追 AB 啊，一招多用。看一下奈落高打低六 B， 哇，漂亮强开 BC 以后前冲的鲜血重腿，直接一波底半，但这下连段失误。这手逆向漂亮，前些重腿对色一批的跳地的逆向底翻，哎呦，感觉老肖愤怒了啊！但是这手克里斯防得太稳了呀，再加上老肖多次的连招失误，尴尬了，没带走。漂亮，连跳过来骗下盘，左方护秀好骗隐藏，但是一批躲开打气头对色二批的升龙，再一波打气头相杀，怎么说？磨血但是没磨死，尴尬了。哎，好的，前小影跳骗打西头，哎，漂亮，这手跳地非常细节啊，拖时间，没错，刚好拖到时间结束。看一下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大叔啊，这大叔打颜值克里斯可是非常难打的，看一下吧。还跳 CD， 转 A 点一下滑闪漂亮，就猜到对手要连跳进攻啊。跳 CD 高打低错身位正逆则，哎呦，直接裸隐藏，但是好家伙，用隐藏破你的隐藏，没错。这小小开局一波穿三啊，非常霸气，直接双方互拼全屏隐藏啊，这小小也是，对吧，他是懂直播的，没错。看一下这局啊，再顺道提一嘴啊，双方首选的角色呢都是临时赞助的啊，但这场比赛的规则确实是三问啊。看一下这手起架设下来两点，好吧，老卢还是找到机会，活动直接 mix 超杀带不走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这个位置不是普通吸压射很难翻啊，我只能说，对吧？这要是真吸的话，有个岩浆拳对空，对手不敢轻易的后大跳，对吧？还有指定头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但是普通吸压射的手段太匮乏了，对吧？看一下，红丸漂亮，下行脚逆向底半点中，一波雷光拳。但是还是被裁剑者对刺到巨人压杀搬到右半边，怎么说，连跳骗下盘又漂亮，这种错身位，但是可惜连段没有开 BC， 哎呦，这种 CD 没出康，不然这个雷光拳能带走对手，但这场比赛好像并不是无规则，战士地接隐藏，但是并没有带走啊。卢卡尔这个鞭尸炮这个隐藏是有前两下伤害很高啊，后面都是刮痧，没错。哇，这场比赛太精彩了，对吧？到目前为止两边都是使出浑身解数，哎，漂亮，这手下 BC 直接开 BC， 前大一条奈落一波逆向中断，这谁都没想到啊，这老肖也被秀了，可惜啊。看一下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机的扫地 Snuggy， 直接被独独独撂倒，做身为好的下 BC 前斜重腿，独有一次取消气数之改，但是没连上，但是没关系，起身前向一条轻腿，直接一波正逆则，老肖猜错了，怎么说，起身这个版本草地的这手，对吧，零式伤害非常高啊。但是奈落靠到以后，好的，漂亮，六 B 下边下 A 直接接零式，刚说完但是没带走，剩一丝血，萝卜 BC 落零式，可以的，双方都打嗨了。那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小小这边能否稳住，哎，还血吗？还一下差不多了，这手烧杀直接跟，但是好像带不走啊，这烧杀伤害还是很感人的啊，差不多，漂亮，比分2-0，好家伙，小小率先拿到赛点，整整三个赛点啊，也就意味着老肖接下来的三局，如果说能打到第三局的话，对吧，啊，一局都不能输，没错，老肖必须得连赢三局才能赢下这场比赛。看一下八神打温妮莎，哦呦，这手穿插直接裸要被卸反的，还好小小这手没开 BC 啊，这手伤害还是吃得消。看一下怎么说，这手温妮莎还在等机会，
漂亮，一翻单点直接一套 BC， 这波应该是反杀了啊。温妮莎这手隐藏战争女神是能追地的，但是为什么没追地，很奇怪。老肖可能是紧张了，失误了，还好问题并不是很大，跳 CD 直接带走。那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小小这手玛丽 Mary、哎、下边两点闪避，哦哟，这手服务器都打卡了啊，可以的，好漂亮，这手控制位置控制的完美，就在等你 AB 闪身，来他走。看一下老肖这边日发书上的角色，双方来到同一起跑线啊。哎，这个战 A 封得很好，好的跳 C 有力扎针，但是落地连段失误，随手抓一下，哎呦，前跳直接被一批升龙对死到，这个安全跳骗出了日批的升龙，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，老肖已经彻底疯狂啊！老肖很清楚对吧，这种格斗游戏你要想反三一定要打出气势对吧。看一下裸包 BC 想做什么，哎呦，直接裸隐藏，但是被跳地破掉，哎呦，这下盘两点，哎，好的，再次裸爆 BC， 哎呦，又想救隐藏，又被跳地破掉，这老肖彻底上头了呀，就想救一波隐藏，但是这小小就是跟你粘着，没错，不升龙不发波，就是近身跟你磨，一个隐藏我一个跳地啊，你再隐藏我再跳地，最后还反秀了一个隐藏啊，双方再次来到同一起跑线，好的，拉面姐 vs 丽安娜。看一下维斯怎么说，跳 CD 出康直接来上一波维斯金去，好的战绩单点确认 BC， 但这边暴走以后没有继续连段，反而裸爆 BC， 不知道为了什么。看一下维斯这边好机会，老肖明显是之前输的有点多，有点紧张，哎呦，这时候直接裸隐藏，这个隐藏没裸中，又卡了一下，哎呦呦，隐藏，哎呦，双方刚才经历了什么，还好啊，老肖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，二比一。抢三的比赛不长也不短对吧，看似你的优势很大，但实际上输了一局呢，对手距离你就不遥远了。双方继续三问对决，首发草地星 vs 温妮莎。哎，奈落撂倒怎么说，好的逆向牵线重腿底半，感觉小小今天状态非常不错啊，老肖也有点吃力了。哎，这时候小跳 A 可以的，一套 BC 怎么说，这套不失误是可以一套带走的啊！隐藏直接跟，漂亮，这就是温妮莎啊，没错，跟我龙那个哈西还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哈西哈西啊，不是一个流派的，没错。看一下小小这手麦卓，嗯，好有逆向，漂亮，天国之门，但是没带走。绝波少女这时候想磨死，但是二 B 一波裸 AB 出反机会，好的开始炒饭占 A 点二则，哎呦，又是天连裸爆 BC， 这是想做什么，不止一次了，应该是第三次了，天连裸爆 BC 很奇怪。来跳 CD， 好漂亮，先交一条片下盘天国之门再裸，这想做什么，你看懂，下一单天想确反想秀起来，但是连段失误了，两边互相失误，你方唱罢我登场啊、嗯！走，隐藏直接躲，哎，老肖表示不是给隐藏，很难收场，没错，对吧？气氛已经轰到这了啊！看一下小小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拉尔夫，一炮拳对空，再碰对空，怎么说？我觉得老肖可以考虑一下变成珍惜啊！漂亮，这套 BC 行云流水。但哦哟，好的前跳骗指令头，起身怎么走？再骗指令头，但是 RP 起身直接前小跳，再修给隐藏。欧啦欧啦，漂亮，比分持平，看最后一分的争夺。这个版本跟一七版还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版本想变身的话有比较长的过场动画，所以说很容易被对手揍。可以的，双方这局都有板机梁。好，小雨就是把温妮莎拍头。嗯，跳 C 正逆则则错，哎呦，这一手木鸭很帅啊，下臂三点战 A 可以的。老肖这一手好像是有点难受，跳 C 好的机会，就等这一下，没错，我可以失误无数次，但不好意思，你只能失误一次，
游戏结束。那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小小这边日发书场的颜值克里斯啊，好漂亮！这手后摆圈太帅了，这套比赛又是十个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只要不输。老肖已经杀疯了啊！老肖表示我不演了，我摊牌了啊。S 我是第一层，实际上我在大气层，对吧？田西故意卖血，把血量卖到可以秀隐藏，然后疯狂的直接干掉两个。看一下小小这边，恍然大悟自己才是上当的那一个，但是为时已晚，再来隐藏，三个隐藏直接终结比赛。漂亮，再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还是老肖狠呐，这藏的也太深了。